我家有爸爸、妈妈和我们三姊妹，爸爸妈妈每日都很辛苦地做事，什么都和我们安排了。我每日上学、唱 choir、练琴、吃饭和睡觉，将来我就可以出人头地了。好痛啊，唔好搣。欧 Sir， 你个女真系好得意喎，不如等哥哥送朵花俾你啊，仲唔多谢哥哥？石蛋哥哥先。Nicole 啊，女仔唔可以立乱识男仔噶，知唔知啊？啊，知道。Nicole， 喂，咩事啊？去旺角行街啊？唔啦，屋企唔俾出街啊。一齐去啦，落嚟啊！唔啦，哎，好啦，拜拜啦，灰姑娘。唔知几时开始，我觉得呢啲生活感觉好似好似女仔人家食嘢食到嚼嚼声嘅咩？冇规矩，夹自己前面嗰啲啊嘛。爸爸，我今年想参加体操队啊，好唔好啊？女仔之家，损手还脚，练到断手断脚，我见过唔少噶啦。你啲手指有事，第时点弹琴啊？唔准去。爸爸，听日放学之后咧 ，film 组嗰度要开会啊，咁开完会佢哋会播套戏，我想睇埋先翻。睇完套戏好夜噶啦，开完会就翻嚟啦，喂，而家几点啊？五点几？咦，你够钟啦？我话咗今日 film 组要开会，所以可以练多一个钟啦。哦，咁我哋不如练呢个啦，系啊，呢个呢个。One, two, three, four。可能系因为屋企三个都系女嘅关系，每做一样嘢之前都要问爹哋妈咪，因为太多嘢要担心啦，佢哋可能安全啊，会识啲咩朋友啊，会遇到啲咩人啊，即系例如话去个朋友屋企做功课或者咩都好，我爸都会讲话，你点知人哋屋企会唔会有啲咩变数噶？咩都唔知噶，新闻都有讲啦，系咯。佢屋企个空间啊，唔系嗰啲节奏，我唔知啊，我惊得罪佢，唔系，其实佢屋企其实都会好温室咯，觉得佢屋企系可能过分咗嘅温嘅呵护咁样。你哥话同你一齐练歌咧，好自由喎。系啊，我唔介佢走音啊，但系佢屋企弹错琴，可能俾阿爸话啦。我就算轻爱是爱期都不
你哋通常系点样写歌噶？我哋通常都系围绕我哋身边遇到嘅不幸嘅事件咯，变成一首歌。咁有冇不幸嘅旅程出现过咧？有啊，唔系嗰个开间铺拍乌蝇咯。Cause running business is not your gift. Why don't you close it? Why don't say damn it? Depression in your shop of Moncler. 再难算 Monday. No change on Thursday. That's Josephine. You made me your past cannot lose you.我谂 Josephine Shop 系最可以讲到我心入边谂嘅嘢，因为嗰首歌本身就系讲我哋嗰个开铺头嘅同学，即系嗌佢唔好净系 focus 喺一间铺头度，世界仲有好大好多嘢可以试。咁某程度上我自己本身都系一个咁嘅人咯，即系我唔可以框死喺一个框框里面，我系要。即是你一定要俾自由我去试我自己想做嘅嘢。如果我真係好想做好想去做好想做嘅时候，但你唔俾我做呢，我点都会试一次嘅。爸爸，听日我兼职嗰度呢要做到半夜三四点喎。我可能要好夜先返到嚟。要做到咁夜嘅咩？真系做唔得噶？系啊，个客咧，佢讲住第二日要 launch 个 website 噶，所以好多嘢都即时要改。咁夜你点样翻嚟啊？不如我放工之后搭的士去二妹宿舍嗰度瞓啦，好唔好啊？今日要小心啊，留意下有冇人跟住你尾啊！讲大话嗰时，嗰一刻就好开心，但系其实长年累月咁样去做，其实好辛苦啦。其实我系最想系可以咩都讲得咯，同爹哋妈咪。睇下有冇咩问题。不过觉得好难。如果冇问题，咁我先走先噶啦。好。阿杰 Cool 啊。系。我想你跟埋陈太个 website 先走啊。我可唔可以听日先帮你做啊？因为今日我啲事赶住要走啊。唔好意思，是但啦。我都曾写你，在每天的日记，但放弃你却从再没可能。哎呀，我又唔记得歌词啦，死啦，点算啊？听日出 show 啦。喂，爸爸，系啊，我走咗啦，而家喺阿妹宿舍嗰度啦。吓，你等一阵啊，二妹，爸爸叫你听电话啊。喂，爸爸，系啊。家姐佢嚟咗半个钟左右啦，我咪二妹咯。爸爸话想同你倾喎。喂，问我嘢咯，即系问我问我点称呼，跟住我姓林，跟住佢就开始叫我林生咁样啦。然之后佢就话你哋玩咩音乐啊？跟住我咪玩啲比较英伦啲嘅吉他音乐啦。跟住佢又唔记得咗点咯，都
即係好好緊張咁。其實佢嗰種聽話又唔係好聽話，即係佢嗰種聽話唔係嗰種我要聽話咯，佢係一路掙扎緊嗰種咯。咁只不過係佢冇再行動咯。咁我都係推咗佢一步，叫即係鼓勵叫佢去做，即係做一啲年青人應該要做嘅嘢咯。係啲乜嘢啊？即係唔好聽屋企話咯。即不要那么听话咯，因为一个人曳才可以有些创意出来的。那么你曳不曳啊？我最曳的地方就是人家不觉得我曳咯。啊，我昨天听到首歌挺搞笑的，等我播给你听一下。我冇咯，我抄歌咁。咁你抄歌定咩我抄歌，我又主打都系揾歌嗰扎咯。有 call 我嘅电话，通通又登记。有生意执立即落定，唔出奇。我揾歌最有趣嘅地方系佢讲咗佢一种即系香港地道人嘅，即系反映人民嘅声音咯，我觉得。即係譬如佢會叫人哋唔好講粗口啊，唔好食白粉啊，即係揾光其實好 indie 嘅，即係佢講緊佢自己嗰個生活想講嘅嘢咯。咁呢樣嘢其實越嚟越影響緊我哋寫歌嘅方式。我哋而家開始會有啲歌係講話我哋畢業之後揾咗4个月工都仲未揾到工啊，即係更加係我哋自己本身反映緊我哋嘅嘢咁咯。成晚去咗边度？我成晚就系同阿 P 去练歌咋，冇其他嘢噶啦。屋企有琴你又唔练，搭 band 为咩啊？搵到食咩？我想出碟啊！出碟？边个帮你出碟啊？阿 P 佢话识人帮我哋出咯。你唔好再讲大话啦！我今次冇讲大话。爸爸，点解我要讲大话？个关系同之前有冇改变啊？同屋企人？我觉得近咗，因为好像不用再讲大话，即是没有大话再要讲的时候，什么都讲得，即是我自己讲的会直接了，还有放胆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叫做好了的关系。爸爸，听日放学之后我要练歌，要成10点几才回来。我自己看他们觉得的正经事就是读书。咁我自己嘅正經事咧，好闊嘅，即係譬如唔係傷天害理係嘛，然後去做自己想做嘅事已經係正經事。唔正經事就係漫無目的 hea 住咯，日日咁 hea 咯，好悶啊嗰啲咧，就好唔正經咯，我覺得。冇走住！我喺啲夫人房睇完畫咯。
十八蚊一只，街冇得卖嘅。我冇钱喎，出点喎，系咪唔买先？喂，阿 B， 点解歌冇写我嘅？喂，几好啊，继续加油啊！多谢。啊，肥狗都话掂啊！咁鬼嘢啊！听翻只 opera 啊！你听下先啦。啲烂鬼流行曲我唔想听啊！唔系咧，你听下先啦。个主音咧，你都识噶，都系姓欧噶。两年前游过的动物园，来到今天，我们流浪到那边。重音啫。我都曾写你，在每天的日记，但放弃你却在最不可能。印碟嗰度咧。我同阿 P 每人要夹四千几蚊啦，迟啲出咗粮，我会还翻俾你噶。爸爸，我五年擒住啦，我想睇阵电视啊！好啦好啦，唔练就唔练啦，不过电视睇一阵好啦。我耶！夹 band 呢件事，我其实本身觉得好个人，即系佢系一件好创作性嘅嘢，但系即系本来系好个人嘅，就好似你整一张生日卡送俾你嘅亲戚咁样一样咯。但是现在即屋企或者自己会认同这件事咯，系咯，同埋我觉得我自己某程度上因为这样嘢而自信会强咗咯。只因当时我太紧张，令你觉得我很异常，看到你令我有很多遐想。这样，那次不小心掂了你手掌，令我觉得很有营养。与你出街是我的梦想，人生充满新方向。别人说你很嚣张，但是我觉得你很善良。我已没有心机再细想。我觉得香港的社会文化好容易咧，就令到一啲唔知道自己想点嘅人，好麻木咁样就跟随咗个大气候去做嗰边做啲唔知做咩嘅嘢。我自己本身唔系咁中意咯，即系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无论系男同女都好，咩年纪你都有自己个性，有自己思想，即系知道自己要啲乜嘢，同埋想做啲乜嘢咯。新闻与传播荣誉文学士邱建莹。OK， okay. 好啦，咁啊，祝你大个女啦，啊，就咩？要学识。揸帆船啊！啲風唔啱咧，你就要將個軌轉一轉啊 ！OK。哦。